把催泪瓦斯丢入少妇。你干嘛？你丢搞哦！你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有个 NPC， 你有看到吗？哎，我还没到。哎呦，这里好多人呢、啊！我还没到，我快到了。但是你看这 NPC 正常吗？啊？这是那个吧？隐匿自己的 ID 啦，这是 DSD 啊？不是。你说你走开啦！你看那个穿泳装的，你看他不是一卡一卡的？对。那从刚刚一直卡，一直卡，一直卡，超好笑。穿泳装的一直卡，一直卡。嗯。他就站远一点啊，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。就是想要走，他感觉就是想要跟你打架，但是又走过来又突然取消打架那种感觉。想打又不想打。对。然后就看到他好像两个，就那个隔壁那个黑人。他们两个不知道好像起争执还是怎样，这个女生就在那一直抖。哼。哎，隔壁有警察哦。要引警察来啊！你看他这根也，他去看。啊、哦。他这根又长又粗，他刚好在这个位置哎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女的一直要打架不打架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可以合理怀疑吧？什么东西合理怀疑？崔老师哦，这个警察他谁打架？他跟他们打架，跟他们打架，就是用拳头捶他们就好了。啊，不能那个，不能打死他们，不能打死。那我要怎么办？啊，他打我啊，他打我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要打架？来呀，好笑，打架。不能打死他们，那我们要怎么打他、啊？反正会就等那个警星，嗯，会有那个侦爆车来。哦，警察怎么这样子？人家穿的这么清凉，直接一棒就打他。警察怎么这样？灌他。对啊，还灌了两棒，第三棒哦，警察，哎呦，侦爆车来，侦爆车来，哎呦，警察怎么这样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这样打女生？趁机偷杀人？我没有杀人啊。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挥过左剑，别乱打人啊！强，你怎么这样子打人啊？下来啦！你，给上车！前面那个，你不要上吗？跑了！你都要上哦？不理你，你自己玩。其实也不用啦，只是想上车而已啦。好，上！司机还没上车啊！帮我标个点啊！我自己标哦。你的点卡在那边，被取消不掉啊。好啊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啊，你打个电话，看一下，大概在这附近吧。啊，不对，在这边。雷西。雷西把你杀了。你们可以喷水啊！痛杀毁啦！我不能喷啊！我不能喷、啊。后面那……啊不，后面谁？后面不是还有一根吗？我不能喷啊！好吧，我是自己的那个小枪。他是不是怪怪的了啦？雷西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一直杀你啊！干嘛？他一直杀你啊？是吗？不是啊，啊他怎么一直在杀人？嗯，你看 DSD 也被他杀了、啊，我也被他杀了、啊。他干嘛、啊？不知道。这样子要删好友喽？要取消好友喽 ？AC 不要冲动哦，以后人家不了战局喽。以后就加不了战局喽。哎呀！AC 死亡，叫我轮胎毁灭者，轮胎毁灭者专门破坏轮胎，枪枪爆胎，真假的？我刚打架打到哇，对，打架捡到500块，
哇，是有人死在那边吧？不知道。刚刚有人在暴动的时候死掉吗？哦、no， 我是看到左下角跳出杰克杀了 DSD 啦。嗯，那时候他在打架的时候，就是哦是哦，对，我 A 错了是吗？乱 A 了。哦，杰克你这样子不行哦，没有我就难怪 AC 会暴动。好，动了错，动了错，可以打了吗？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。很想打，他打我，我可以打回去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我可以灌回去吗？你的水在往后喷呢、欸。我现在喷那个人会怎样？你说喷 DSD 吗？透清凉。对啊，让他清凉一下。给我来点冰凉，破不到啊！你的水只能往后喷啊，喷不到前面啊！呜、哦，这只蚊子好大！哎，谁？我在拍蚊子。哟，水往后喷也会想歪。啊？水往后喷、欸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你这里这里没路啊！哦，太早转弯了是不是？对，这里有树，没事啊。哎、哦欸，指头，哎、欸，应该过得去吧？哎，过去，啊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啊，左转，这边走了吗？啊，我都忘记哪里转了。其实你可以走监狱的另外一边也是可以。哦，哎、欸，然后直走上前面的斜坡。直接 A 上去，你走走比较平一点的地方嘛。你哦，转个脑好不好？往比较平的地方转。不然我这个比较莽撞啊，什么东西都想 A 上去，知道吗？你转控，转个想法啊，转个。哇，你现在表演特技的，真的？我刚持续多久啊？我你持不持久我不知道啦，我觉得我蛮厉害的啦。哇，当然自己都会这样讲啊。我要下车了，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我掉到地底哦，没事。你出来了，你出来了，你出来了。就是他的车子消失的那一瞬间，我按了 F， 然后就往地底里面居空掉了。但是你要塞进花盆里了。无碰撞，碰撞，这个要骑那个哎、欸，那骑一般载具哎、欸，嗯，杰克这个不行，杰克不行吧？这种车不行，嗯，就杰克的车不行啊？怎么了？对啊，杰、克不行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地堡买满了之后呢，就等他吗？你要补货啊？你怎么买满的？你花下去了？那扣了啊。对、哦，那你就等时间啦、啊。现在就是补货。那你们所谓的挂差事是要怎么挂？就是你随便挑个线上差事，不要有时间，不要有时间的。你一进去之后，你就回家看电视。嗯。哦。嘿，这样，因为这样不会扣你的水电费，有的没的。嗯。啊，如果你钱真的多的话，你就是挂着那个监视器就好了，就不用去差事了。啊哈。OK。没有，钱很少。哎、欸、啊，真的建议不要这样啊， okay. 因为他扣的真的很凶。如果你设施东西多的话，哦、嗯，我现在是原物料是满的，不，就是他的东西都把他打爆吗？原物料是满的，然后就是等他嘛，对对？对啊，他会慢慢扣。把驾驶打死，烧、欸、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要把驾驶打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车要炸了吗？车不能炸。好了，我抢到一台了。因为你要把整台货车开回家，你把它炸了怎么行？嗯，可以的。爸爸。呵、啊，那我一开始应该先把它放研究，先把它生产。萃取了多少？对吧、啊？最近放生产。嗯，最近放生产是不是？
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的，就一样给他生产，就给他放那个啊，制造人员啊。就是、因为最近拖加倍呢，等这段时间过了再慢慢研究。对啊，全部快到产线。然后你记得你要补货哦，两个小时，不然他没货哦。两个小时。哦，我车子被开走了吗？啊？什么车子被开走了？好好好，你们接。不是啊，几台车我们怎么接？要四台啊？因为台被。被开，我的车子被开走了，他的飞行车在我手上。我送一台回来了。然后刚刚好像关闭生意啊，那是为什么？关闭生意？关闭生意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刚刚他需要按呢、啊。没有，他刚有一个是我刚的生意没有营运中。因为你现在没有原物料吧？没有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东西，可是我刚刚就是不知道他是关。他刚刚就没有啊，结束的时候是按到那个最下面那个，可能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重启了，那就在等他吧。嗯，后面这台桑托老吗？后面那台不是啊，这台是设施开的时候的新车。哦，那个是潜水车。嗯，五个字的叫手撕什么龙的。斯叉龙叉叉，我不会念，忘了。总之是新车。欸，所以是找到不是的话，那个点就直接消失了。我直接刚在一台车旁边，突然那个点不见了。就不是啊，不是那一个。哦哦，那我运气很好。哦，拍谁？每台车都会潜水啊，只是会浮不浮得起来，有另外一回事啊。没有，它是沉下去的啊。啊，对啊，我说每一台车都会沉啊，它会不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啊？没有，应该说每一台车都可以下水，会不会进水就不知道了。对，但不知道它能下水一次还是下水很多次。对啊，我开到第二台了。啊，不是这个，像我地区不会发财就会一样啊。对啊，发到发到就会破产啊。就好，他进来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一个了。我真的是不用出来，我妈呀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个老大怎么这样啊？哎、欸，我不要做事，然后你们就做完了。你看你们多、啊，给你，我下车，你们送。好喽，看屁。欸 ,CEO 的那些小仓大仓是只能车库啦，是只能偷。这台车有病哦、喔、偷这台车有病。只能偷的、啊、只能用偷的啊，不能乘自己的车啊。我记得车子我没有用过啦，但货物都是用偷的。斯特龙贝格，我、哦、怎么难念呐、啊、我记得可以吧，我记得可以乘自己的车。不对，我转错边了。啊，都没错啊，没传错，偷了两台啦。好了，我要发罢工了。得开车了，八公里有点远啊。加油！哇，你那台车有点距离哦。最远的，在最北最南方的机场。好远哦。这是脚架哦。挑战野人，冲下！怎么了？我的眼前有飞弹飞过。谁大炸你啊？看谁骑会飞的德克斯特啊！哦 ，SE 吗？还是？哎呦！哎呦，追兵哦！有追兵？哇，这有追兵哎，红色系。这超近路好危险，那、没办法，省时间呐、可是我刚刚开的时候，好像好像有。流血了、啊。谁瞄准我？兔子很久没来开看台了。谁瞄准我？要瞄准我啦！我在开我的坚果，等一下啦。
不要瞄准我啦，烟锅自己也有一罐啊。对啊，可是我现在手单手开车，可以。哎呦，坚果上面的纸膜还没撕掉，这刚刚正在撕，所以说不要打我了，我正在撕，正在开。等一下，单手开车有点难，后面有追兵，红红的。单手不开车，开车不单手。啊！车祸了！哇！没关系，那台不用钱，我不心痛，不会痛。